阿沛，你看它里面是什么？自己想办法打开。拜。那是我教的啦。打不开这个。圣诞老公公送的啦，不是，是姑姑。圣诞老公公说，如果明年你不乖，他就不送你礼物了，知道吗？嗯，还有啊，还有两只啊。帮我开。那、啊、你会不会乖乖？会。特地一次满足你四个愿望。安保打开了，看安保。还要来吗？还要哪一只打开了？哪一只嘞？开错边吗？没有啦，应该另外那一边啦。啊，摔死了。质感不错。它怎么变成车子？脚要换一个方向。这边。要转，脚脚要转一个方向，让它轮胎朝下面。啊！我用，起来了。哇，你真的很暴力耶！